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在周三会晤，不过会晤后不会有联合记者会。白宫表示，拜登将单独举行新闻发布会。6月16日即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俄首脑峰会备受瞩目。白宫表示，会谈结束后，拜登总统将单独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并表示这样的形式是恰当的。路透社报道，这将使拜登免于在一场激烈的会谈后与普京公开较量，也避免提供平台给普京来谴责西方或制造对立。白宫此前透露，拜登将提出的问题包括俄罗斯的网络攻击、对乌克兰的入侵、将异议人士关进监狱等等。日前，拜登曾表示，美国并不寻求与俄罗斯发生冲突，但如果俄罗斯政府从事有害活动，美国将强而有力的回应。普京会前接受媒体采访，表示美俄关系正处于近几年的最低点，但仍希望透过会谈恢复与拜登的个人接触及关系，建立两国直接对话，从而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建立有效机制。普京在一个采访中再次称赞美国前总统川普是个非凡的人物，而把拜登形容为一生都在从政的职业男。对于拜登给他的杀手称号，普京不置可否，还说杀手一词在好莱坞常常代表的是男子气概。新唐人记者王于鹤综合报道。